好，首先多謝阿 Wendy Lam LAM 同埋其他朋友捐款俾我哋啦，咁啊即係多多益善，少少無愧嘅，你繼續捐啊！嗰嘅話得把口講係唔足夠嘅，咁我讀一讀阿 Wendy Lam 嘅留言咧，佢話我喺荃灣係長大嘅，我好愛我嘅 hometown。OK， 咁同埋咧，希望你哋能夠保護呢個荃灣，就啲即係由保護個荃灣咧 ，from 啲警察。OK， 而家警察橋樓叫做 Popo， OK， 同埋啲黑社會啊，即係抗拒，即係對，即係保衞荃灣嚇。即係邊個傷害荃灣就係啲 Popo 同埋咧嗰啲黑幫分子。嗱，各位繼續捐款同埋 share 我哋嘅節目。OK， 我哋繼續講落去啦。我先問下啊呢位咧就叫做阿陳劍琴嘅，咁啊即係可能大家覺得生面口嗰啲素人啦，即係兩位依個地區工作人士啊。咁啊依位叫陳劍琴，咁咧佢就係呢個全心同行嘅社區主任嘅。坐喺隔離嗰位就係趙恩來啦。咁啊就係呢個反。不是反送中啊，反圍標大聯盟發言人兼咧工黨嘅社區幹事。咁啊，我想問一下阿劍琴 ，OK？ 你即係阿林鄭就下個星期就四就九月二十六日就舉行第一場嘅依個社區地區嘅交流會對話平台啦。咁你會唔會去即係報名抽下籤咁咧？我老實講，我唔會啊，因為我覺得佢呢一個嘅對話平台咧，好多嘅限制，我唔覺得係一個真誠嘅對話平台。一定手袋啊！手袋啦，乜都唔俾啦。唔係你個手袋，係手你個袋㗎。係啦，連話都唔俾，即係嗱我覺得啦，你有啲嘅裝備每一個人睇嘅標準唔同啦，裝備嗰啲撇開啦，連橫額係一個表達聲音其中一個嘅工具嚟嘅喎，咁佢連呢啲都唔俾，咁好啦，呢啲都係象徵嘅東西啦，咁要抽籤啦，佢用咩基準去抽籤啦？一個咁只係限制人數嘅一個平台啦，咁我會質疑佢呢一個所謂嘅對話平台係為咩啦？同埋佢係話有政府代表去做對話嘅啫，我唔知道當日佢自己會唔會嚟啦，定係佢真係派一啲代表出嚟？咁其實連月嚟，我哋見到 N 個政府代表都出嚟講嘢啦。咁到底佢係咪真係回應緊民間訴求呢？而我哋亦都知道成個嘅反送中嘅運動啦，甚至民間講嘅五大訴求，其實我哋。今次成個運動係我哋冇大台，冇話邊一個係 leader 去代表跟其他人講嘢。咁當然我會覺得香港人願意去參與呢個平台，可能喺個一百五十個人入面，咁就每個人自決啦。咁但係起碼我自己係覺得我代表唔到其他嗰一百九十幾萬人嘅聲音去同林鄭講啲咩。而另一方面咧，係民間五大訴求係非常清晰可見，每個人即係有。在個運動入面其實都噏得到出嚟。咁如果林鄭唔係喺一個願意去回應五大訴求嘅前提底下去做任何嘅所謂 close group 啦，我哋叫做封閉閉門嘅平台嘅對話平台咧，我都唔會去參與。係呢個。你都同意。你啊，我好簡單嘅啫。咁其實你回應咗五大訴求先，咁個個先至有對話嘅空間咯。係咯。佢話：咁啊，我咁啊，真係唔使咯喎。嗱，第一咧，即係都係做門面功夫啫。成件事，第一個訴求咧就話正式撤回送中啦，都搞接近三個月啊，爭四日到三個月咧，先至肯撤回。即係喺佢撤回嗰日已經有1200人被捕。OK。約1000人受傷，個數字永遠都唔準確，因為好多人唔夠膽去醫院。係for the first time in Hong Kong咧，你受傷咧係唔夠膽去醫院。就因為去醫院就會俾人拉啊嘛，錄咗醫院證實咗呢樣嘢。除咗係醫管局嗰啲去咩啊？嗰陣你去嗰個仁安港安，嗰啲私家醫院嚟嘅。私家醫院都俾人報警啊，俾人督灰啊，督灰啊嘛。咁啊，你但係你即係唔好以為好過癮咯，即係啲差人叔叔啊，平時啲差人叔叔都好好地地嘅，即係最近幾個月一著喺度防暴制服咧，就發曬癲噶啦，即係以前都係俾人擺上台嘅。咁你去醫院咧就搞到咧，嗰啲即係
學啲醫生護士，搞到而家咧喺醫管局八至九成嘅醫護人員，醫管局嗰啲啊，就係同你過唔去嘅啊，差唔多所有公立醫院都有即係示威噶啦，即係唔係示威，佢哋係有有佢哋嘅行動啦，行動啦啊，咁啊除咗即係喺私家醫生界就有500個，即係嗰日早星期一嗰日咧。即係嗰只佢哋登報紙喺明報同埋唔知文匯大公登嘅咧，就有500個醫生嘛，同埋護士有多彈出嚟話冇簽過，冇彈出嚟冇簽過，主要都係私家醫生，主要就林順潮都做咗私家醫生啦，佢唔係醫管局啲人嘅嚟啊啊，喂 ，anyway 依啲係史無前例嘅啦，咁啊你啊覺得咧，即係你哋五大訴求啦。第一項訴求要答應都搞咗咁鬼耐啦。第二項咧，獨立調查委員會咧，而家冇咩聲氣，佢話件事平息咗先至嚇。不過其實你問我咧，就跟住嗰啲訴求，同埋呢個真普選更加真嘅雙普選啊，更加遙遠嘅。咁即係問份啦啊。唔係，我哋撇開個真普選先啦。其實另外嗰三大訴求咧，你問我咧，我覺得其實係要同時去到答應嘅。你有獨立調查，咁其實獨立調查嘅時候，咁其實你要，其實而家講緊係班警察好不滿，唔希望有呢樣嘢。點解唔希望有獨立調查？因為佢唔想俾人算帳啊嘛。佢哋嘅警察暴力嘅行為，佢唔想俾要上身啊嘛。咁你話五年前有朱經緯，咁其實而家就個個都是朱經緯。係啦，咁就大家擔心會又要因為執法而坐監，又令到佢哋嗰個感覺唔好，或者佢哋好擔心自己。咁而其實你話撤銷暴動定性，同埋撤銷嗰啲已被捕人士嘅控罪。咁你如果其實你如果獨立調查，你話我係特赦，我兩邊都特赦。咁其實呢一步，你從管治上，你才能夠去到解決咗今天的社會矛盾。你問我，因為你唔去，你去到特赦一邊，唔特赦一邊，咁其實整個社會係冇辦法去到繼續運作到。咁你唔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你係消離唔到呢個社會嘅一個矛盾。你要消離咗社會矛盾嘅時候，要獨立調查委員會撤銷暴動定性，同埋你特赦。講緊係特赦曬嘅濫捕嘅警員同埋呢個示威者，你先至能夠去到進行一個大和解啦。咁但係呢一樣嘢對於今時今日嘅林鄭嚟講，佢係做唔到呢個決定咯。佢一定做唔到。佢好似控制唔到。係啦，但係你要做到呢一樣嘢，你先至有可能去到讓呢個社會重拾正軌咯，即係阿成哥講嘅咯，網開一面咯，佢叫啲年青人咧就話，即係要諗一諗對方係點，咁啊叫咧呢個當權者。你問我，我覺得佢嘅年青人嘅意思亦都包括警察嘅。哦，咁啊，即係佢老人家好深奧嘅，好醒嘅，佢冇話乜嘢嘅，係啦，網開一面咁啊。即係呢樣嘢，咁你大陸唔單止唔受啊嘛，唔單止當聽唔到，你仲高調反擊啊嘛，高調反擊。咁其實有啲嘢，我覺得佢哋笨咗嘅。OK， 分兩樣嘢啦嚇。第一件事咧就係、是、其實第一項訴求咧，阿林鄭咧就即係好唔願意情況之下咧，終於答應咗啦。OK， 本來係有第一個機會。對於那些咧係真係唔係好想理世事嘅人咧，佢就可以咧唔再去對抗政府 ，OK？ 或者啲有部分淺藍都收咗貨啦，啊！即係總之而家你唔好搞送中啊嚇，我啲身家冇問題啊，咁啊，咁你錯咗呢個機會 ，OK？ 咁但係你反駁李嘉誠咧，令到嗰啲有錢嘅人啊，佢你推佢哋喺對立面。本來佢可能收貨嘅，佢哋未必中意雙普選㗎嚇。有錢嗰啲啊，即係既得利益者。最好不變應萬變啊嘛。係啦，佢唔想變啊嘛。而家突然之間去鬧李嘉誠，話將推佢哋做推再次將啲有錢佬推做敵人。OK， 佢唔會出嚟支持啲示威者嘅。不過咧，佢或明或暗，佢有啲嘢唔去到咁盡，咁就已經得㗎啦。OK， 第二。
你令到咧香港嘅有錢人同埋窮人咧再次大團結。嗯，因為反送中係令到有錢人同埋中產同埋窮人大團結啊嘛，係罕有地喺香港歷史上罕有地發生。呢個世界歷史都少有嘅，可以啊，唔同階層。其實係好笨嘅一個動作，本來有機會你係分散到敵人嘅。係 OK， 而家咧。即係你可以所謂分化到敵人嘅，而家你將重新咧係令到佢團結。咁無論你講啲嘢係真係你所講話想製造社會矛盾，還是係其他啦，人哋聽起上嚟啲有錢佬聽上嚟係驚啊嘛，大佬，呢個成哥都唔掂我，仲有咩期望啊？我覺得有錢佬佢有佢嘅能力可以移走佢嘅資產，唔再繼續喺香港。但係到最後受苦受害嘅就係呢班年輕人，同埋我哋冇能力離開香港嘅人，係嘛？係。咁同埋你去到將成個運動定性就是因為有些地產霸權去到令到年輕人買不到樓，當然這個是其中一個問題，但這個不是到最核心的問題。其實大家是年輕人是沒有一種叫希望嘛，你只要其實你給了希望他能夠發揮自己所長，那其實已經這個才是 最核心的問題。當然地產霸權在這個社會裏面 是衍生很多的問題，但是就算你其實你到最後好像新加坡那樣，其實他們都是地產霸權的，只不過他們的政府去到九成人住公屋，大家不需要擔憂這個房屋的問題。但就算沒有房屋的問題，其實現在香港 的年輕人就是因為他整個反送中運動，他相信一件事，就是他爭取雙普選就是香港的一個出路，他亦都沒有東西可以再輸，他沒有東西可以再即是沒有後顧之憂，所以他們 的無底線的抗爭是這樣出現的。就因為其實點解，其實從來一路以嚟，其實我哋讀書從來啲革命都係因為有一班人輸無可輸，去拼個身出嚟去到，希望改變呢個現狀嘅。即係無產階級咧係最革命嘅。係啊，You got nothing to lose 啊！劍琴咧點睇啊？即係年青人即係阿周恩來講話，今次咧反送中運動，而家嘅。即係五大訴求運動可以咁講，因為送中嗰度咧，佢真係喺法律上係即係撤回啦。OK， 啊，即係林鄭成日噏法治，呢個外交部又噏法治，港澳辦又噏法治，啲藍絲又噏法治，但係林鄭咧就話壽終正寢，其實唔係一個法律名詞嚟噶嘛。OK， 而家終於喺九月五號就係撤離啦。咁即係你所理解嘅就係話是不是年青人呢是沒有希望嘛，他在事業上的希望不是大的，okay？ 更加由於事業不希望大，那些樓還這麼貴，是永遠沒有機會是上樓的，即是做業主的。物業也是，另外就是他個人的真的生活，其實很簡單，真的每個人在個社會上最 back to basic 就是我們在一個地方能不能夠生活到，能不能夠發揮所長又好，或者做到自己想做的事啦，發展到啦，其實沒有這個希望。我覺得是我同意的，都覺得是年輕新一代是很艱難，是很難有這個希望。所以那五大訴，其實民間都有個記者會都有講，即係林鄭的回應是嚟得太遲，亦都太少啦，錯過了一些嘅時機啦。而其實講緊另外嗰仲有嗰四大訴求是要還俾香港人一個公道，還翻俾香港人一些失去了的嘢。其實你話我哋話要撤回暴動定性，釋放所有的意思釋放所有因為參與過行動而被捕的被捕人士，其實是講緊係我哋要翻個公道咯，就是一個能夠在一個民主社會的參與公民抗命的自由啦嘅權利啦，言論自由、集會自由等等，一啲好基本嘅權利。但而當年輕人連呢啲基本權利都喪失嘅時候，其實佢哋嘅未來仲有啲咩空間可以去發展呢？所以我覺得其實
聽翻好多喺個運動入面，年輕人佢講好多時候佢都。有其中有一個聲音我聽見是香港人不是只是為了錢的，不是只是想經濟的發展凌駕於一切，而是更加有很多關乎香港人的、權利、人權、民主是、更加值得香港人要去追求。因為當香港人能夠成為 香港能夠成為一個真正民主的地方的時候、年輕人他們往後的路他們才能夠去有自由去發揮、可能去創業，你到時話、可能創業好，或者、人人有屋住、有地方住又好，等等咁樣咯。嗯，其實咧香港香港啲人咧，由年青人至到跨年齡、組別、跨階層咧，都好理智噶啦、即係我哋嘅所謂暴力咧嚇、當然我唔欣賞嚇、我唔鼓勵嚇。其實比起世界其他國家地區咧，都係爭好遠。南韓嗰個叫金乜啊？你睇過話香港濕濕碎啊嘛？咁其實比起法國黃背心濕濕碎啊嘛。同埋有一樣嘢咧，即係上個禮拜日咧喺中環啦，就有人去燒地鐵站個口啊嘛。OK， 我唔知咩人做啊，但係見嗰啲人咧個個咁好身材嘅咧，即係粗到 fit 曬咯。唔知係咪真係普通平民百姓啊？因為咧現實生活裏邊講得快啲啊，要收工啊高矮肥瘦又點解咧？佢掟親燃燒彈，啲個個都咁粗到咁 fit 嘅，好似健身中心揾出嚟，還是係即係差人誒嚟嘅？即係我唔知啊。OK， 你睇鏡頭就係掟親汽油彈，啲個個都真係好 fit 嘅喎，啊，真係唔知點解嘅喎。咁啊，中環咧有樣嘢好唔同咧，你留意下嗰個喺匯豐對面嗰個入口啊，嗰個喺嗰度燒，隔離其實係名店嚟嘅。大家都知道的中環是香港人是不越雷池半步，啲名店冇興趣嘅嚇，即係一定你搞咗咁耐，所謂搞字啦，即係你金鋪冇問題，冇問題。名店咩 LV、Gucci 啊，即係喺中環啲名店一間都冇喐嘅。OK， 真係算唔話得啦，係嘛？係咪先？法國啊，原來有班人咧就最中意搞啲名店嘅，即係當我哋香港嗰啲佢哋都有原因嘅，反對資本主義嘅話就佢哋剝削咗我哋。係啦，即係名店係資本主義象徵。但香港其實是非常之理性的，第一就完全沒有攻擊商店，即是更遑論是名店，大家都很疼，我不買 LV 不買 Gucci 我都不搞你的、okay? 如果用個搞字呢，第二呢其實除了攻擊過中聯辦一次之後呢，就完全根本就不會 care，咁到底嗰日要攻擊中聯辦係邊個帶頭咧？我真係唔知啊，大佬！我哋啲老鬼點知咁多嘢啊？有人諗到就話聲俾我聽，邊個帶頭去攻擊中聯辦，令到中共係有藉口嘅嚇？唔知個劇本邊個寫，就邊啲演員配合啦。而家好明顯嘅成件事就唔跟中共個劇本走嘅。係啊，係。咁就係矛頭係未指到去即係而家其實大部分嘅壓力都係喺依個特區政府上邊、，OK 係唔係咁即係冇攻擊中央政府嘅 ？So far 更遑論習近平，其實係中共係有機會係有落台階，即係有面啊！而家你未整我啊嘛，你未整我啊嘛啊！而家即係所謂破壞五星旗嗰啲，即係屬於少數咯，真係好少。好似兩支旗啫，係嘛？蘇花唔係即係好少，即係呢樣嘢。其實呢件事係我睇到咧，係即係依個大環境去睇咧，係有機會落到台嘅。咁但係你覺得最後尾會點收科？你話除咗係依個特赦之外，咁當然啦。咁我頭先所講呢個特赦嘅係從一個管治嘅睇點樣延續呢個政府嘅重拾威信啦。咁但係你問我，你其實成件事發展到而家，其實我哋可以睇翻頭先你提到南韓啦。咁其實我哋九十年代香港人嘅集體回憶就係南韓掟大學生掟燃燒彈啊嘛，個禮拜都掟噶啦，個禮拜都掟催淚彈噶啦。咁其實當其時，無論南韓又好，台灣又好，其實都經歷過香港今時今日呢一個狀況，就係有一班人和平地爭取民主，冇人理會，開始使用一個勇武抗爭。勇武抗爭的時候，跟住警察就濫用暴力，跟住但係之後就有一班
即係年輕人就不恥於警察的做法，佢就唔去到投靠警察，結果警察的質素就更加下降，打得更加勁。嗯，但係到最後的發展就是南韓和台灣相繼有民主之後，你才可以重新建立翻個政府警隊的威信。嗯，係咯。啊，咁啊，即係到最後個結都是要民主普選咯，起碼。劍琴呢，我簡短一句，因為都知道差不多時間我簡短一句，我覺得抗爭的終局呢是即這件事會怎樣收科呢，我覺得腐敗的政權呢是一定會滅在自己手上的這個抗爭最終香港人要贏，香港人真的要贏要繼續去有智慧想怎樣在更加運用我們香港人特有的創意我們的堅毅的力量，然後想怎樣去打贏這場仗非贏不可。其實呢香港人的創意是很厲害的，即是我講一個 example， 你在連儂牆見到裡面那些連出來的標語呢真的很喜歡看很喜歡看還有呢個意志力呢是沒有消磨到的連儂牆呢可以在今晚被人搣曬，第二天呢就已經再連翻上嚟，無限復活。嗰個意志力係冇消磨到嘅。咁但係咧就係但係冇得俾佢哋發揮啊嘛！呢個社會就嚇，即係非常勁嘅。即係同埋最近咧，開都唔係運動初期啊，而家後來咧就好諷刺，喺連儂牆裏面大把毛雨露。毛主席語錄用回你老毛那一套呢就是罵回你現在特區政府兼特區政府的支持者就是香港建制派包括左仔再來即是左仔如果稍微有年紀即是上年紀走過連儂牆我不知道他們有什麼感覺即是可能即是我他們走過見到這麼多毛語錄哪裡有壓迫那裡就有反抗，我見啲人喺度黏，哇！真係，即係過咗六七暴動之後，過咗五十二年，今日毛雨錄而家就真係復活曬，香港黏出嚟。但係咧，鬥爭嘅對象再唔係港英政府，而係特區政府，特區政府後邊嘅中共政府。啊！即係鬥共產黨用翻毛雨錄嚟鬥共產黨，同埋一眾藍絲以及建制派人士。咁啊，其實仲有好多嘢講啊！咁啊，即係。嗰、那個法國黃背心嗰樣嘢咧，就係法國黃背心嗰度咧，其實咧佢哋冇羣眾鬥羣眾呢樣嘢嘅。而家香港咧，這個大陸咧就成日想撩你羣眾鬥羣眾。其實佢最叻分化呢一招嘅。係。但係當呢一招都唔 work 嘅時候，咁可以做緊咩招咧？咁。嗯。即係唔好忘記咧，香港係第三大國際金融中心啊。有啲喺大陸以為係可以。有效的政策在香港是行不通的，就很簡單，你說要宵禁，你剛才說了暴動定性嘛，暴動性的撤銷是不用什麼成本的，是說一句而已，一句而已，很簡單的。你有沒有留意之後呢，他的人呢，他特區政府好，警察也好，有暴動罪，有暴徒，而是沒有暴動定性的，有沒有留意這件事？因為原來呢，差人哥哥拍在即係警署嗰架私家車，唔係警車嚟，佢自己私家車。俾人揼爛，俾人揼爛咗。如果真係話暴動咧，係冇得賠噶。大部分情況之下，唔係警車啊，唔係警車，佢自己揸翻工嘅，或者係寶馬，或者係點都好啦嚇，或者係Audi好啦嚇，即係唔知差佬有冇咁多差佬有冇錢買Audi。總之揸翻工嗰架車泊喺警署，你班人掟啲嘢入嚟，可能自己有掟下啲燃燒彈啊之類嘅。掟爛啦，冇得賠啊！如果話暴動，所以撤銷暴動罪根本就係暴動定性係濕濕碎。第二，而家你大陸啲人，你頭先講話想諗啲計啊嘛，你話香港行依個戒嚴或者宵禁係好大問題，原因就係好多保險係唔賠嘅，好多保險係唔賠啊！再提醒大家嚇，嗱嗱你唔明咧，就你翻去問下你嘅保險經紀，如果你做生意啊，你有火險、乜險、物險、危險，你做生意人知道咧。一定有啲嘢係唔賠嘅，啊咁咧，保險公司咧一定咧係最著數嗰套字寫落去嘅，咁啊，保險公司冇寫錯人嘅，梗係冇寫，佢賺錢噶嘛，係咪先？梗係對佢最有利嗰啲啦，乜都有得賠，咪唔點？咁啊，第一，
街乜鬼嫌啊？封地鐵咪得咯。係，而家都做緊呢樣嘢。封地鐵其實真係變相戒嚴啊！佢截斷咗你嗰、那個喺軍喺一個軍事上嘅考慮，截斷咗你嘅人流同埋物流啊。係啊，供應。係啊，而且我覺得佢封咗地鐵，再加埋依家站站地鐵站都有防暴入去喎。啊，咁我覺得已經同戒嚴係不無多樣啦。係 啊，因為佢已經有埋防暴喺度，咁防暴其實佢出現佢象徵意義係咩呢？就係佢即係會喺現場可能做拘捕啦。咁、你仲叫啲人點樣安心去搭地鐵？咁其實又唔出得街喎，甚至乎成條馬路霸曬，佢棟啲防暴喺度。同埋戒嚴嘅，其實某程度上早排咁，其實話黑社會會出嚟斬人㗎。咁其實都變相戒嚴，變相戒嚴恐懼啊嘛，大家拉雜牌啊嘛，大家拉雜。係啊係啊，佢依家做嗰種戒嚴係做到佢唔講話要戒嚴啊，但係佢令到你哋做一啲行動係戒嚴底下會做嘅嘢咯。係啊，大家被戒嚴咗。啊，咁咪得咯，得啦。即係但係香港人已經適應力好強啊嘛，大家已經去到黑。服緊呢個恐懼啦！你話有黑社會出嚟斬人唔緊要，我哋一齊出去。係啊，係啊，即係我唔鼓勵武鬥啊！即係大陸咧，成日係鼓勵武鬥啊嘛！呢個何妖又話咧咩九二一出嚟清曬啲連動場啊嘛！啊，成日大陸嗰啲友就話咩要保衞家園啊嘛？咩叫保衞家園咧？而家你打家劫舍咁啲示威者講咩保衞家園？而家打家劫舍咩？咁你真係鼓勵武鬥啦，鼓勵啲白衣人啊，啲福建幫啊，嗱唔係所有福建人都衰人，我識好多福建人，一樣係好人嚟嘅 ，OK？ 藍絲一樣有好人嘅，啊，即係唔好話成日鬧曬啲藍絲，佢哋好人，但係佢諗嘢方法咧同我哋係好唔同嘅。咁你而家鼓勵保衞家園，又保衞清潔啊，清潔啲牆壁，咁咪即係你真係鼓勵武鬥啦，仲有。吳生勝呢個何妖，再加呢個啊咩鼠王芬嘅喺度搞咩啊？話監師會啊嘛，監察啲教師會啊嘛。咁你林鄭猛話要有平台去大家即係講和好啦，溝通好啦，對話好啦。哇，大佬你一個噏字啫喎，你 at the same time 你做咁多啲咁嘅嘢喎，即係叫大家冇和平。你日日及住啲教師咧，咁喂。同埋你而家就令到啲教師本來有啲教師人出嚟，係覺得唔應該鼓動啲學生出嚟嘅。而家就倒翻轉頭，義正詞嚴咁樣同大家，我要保護學生，係啦，令到佢哋同班學生連成一線。咁其實對於一個當政者唔係一件好事咯。啊！即係你下邊啲人團結佢，講係件好事咯。整個反送中運動就不斷有唔同嘅陰差陽錯又好，去到特登咁樣做又好，就係團結緊我哋香港人咯。即係奸有奸輸，奸有奸輸。本來八三一咧，七二一大家知，八三一咧佢係贏嘅，嗰日咁掟多汽油彈咧，一定賴曬你示威者做噶啦。點知你喺太子站搞到咁，即係令到有啲傳聞嘅冤魂啊啲咁嘅嘢啊嘛啊。Anyway， 今晚咧其實仲好多咧，就同佢哋兩個想同兩個傾嘅嗱。你令到我咧啊！你兩個令到我咧就係青春咗嘅，好開心。而家站個人好開心，或者站好開心。所以嗱，你為咗分享我開心，就應該捐錢俾我哋噶啦。OK， 同埋 share 我哋嘅節目噶啦。咁啊，唔能夠讀曬所有嘅留言啦，但係都好多謝你哋啦。咁有機會再請你兩位咧上嚟傾偈，講下地區工作。其實咧啊，民生咧無小事，地區工作都無小事。儘管地區工作未必同依個政治制度雙普選有直接嘅關係，但係咧其實多多少少去反映咗個社會嘅公義同埋民意，可唔可以反映到上嚟政府嘅決策有冇聽過民意？呢啲其實一樣係政治。辛苦你哋，我知道你哋做得好啦，好好嘅。大家繼續努力啊！我哋有機會咧再請嗰啲他們上來談過啦，今晚節目時間差不多，多謝各位收看，再見，再見，再見。